心理学课程要学的理论是讯息处理理论。讯息处理理论解释了人类在环境中是如何处理，那他提出了一个叫做 IP Model 讯息处理模式。讯息处理模式呢，指的是当人类在收到外在的刺激的时候，它会先输入到我们的感官输入里面。那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这个讯息，它就会通往我们的短期记忆区。各位同学早安，今天我们学习心理学课程要学的理论是讯息处理理论。各位同学早安，今天我们学习心理学课程要学的理论是讯息处理理论。讯息处理理论解释了人类